中国流行乐环境必须要找到自己的声音，不清楚说这个两个音乐怎么判断。 我觉得我胃都发痒了。哇，我昨天晚上一晚上都没有睡觉，在飞机上睡了3个小时。声音现在不是最好的状况，因为听得出来有点疲惫。我们上车吗？这边天气好凉快。 在飞机上吧，没有啊，我还想你们要在飞机上的时候，我们各种这样子流口水，你是不是都被拍到了？大家状态还好吧？ 有没有人想我？谁会拿最后一名？我不知道大家其他人准备的怎么样了，反正我的音乐现在目前还没准备好。我听到所有的过程当中，我觉得我那首歌是最好听的。最后是有一个总分加起来选，最后是一个宣布停赛的环节。 怎么说呢？嗓子还有疲劳状态，我觉得是不太利于我比赛的。是嗓子有问题吗？啊，好苦啊！就是太累了，嗓子哑。你觉得你这一期可能会被停赛吗？又期待又担心，因为毕竟是第一期，而且他们也是第一次做这个音乐。只要我觉得不是因为我的问题。 而出现的错误导致的停赛，我觉得我都不会难过。您是不重要，您觉得重要吗？现在的把我们停赛的话，你们可就损失大了。反正我不停就得了。<笑>各位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贵州卫视《让世界听见侗族音乐竞演现场》。各位好，我是主持人文豪。一会儿呢，我们将在这里揭晓6位歌手的出场顺序，也就是说，浙江决定了他们今晚的比赛成绩。陈玄彬当制作人这么多年，所以我一开始先把编曲编好给他，我说你啊，你就做个填充题。结果他填充了，完全填充了我的意外。 你只要一问问题，他们都会说保密保密保密。我们就在想说，你到底要再保什么密？到底是有什么样的惊喜会等着给我们？谁会是今晚的第一名？塔娜的这种像天籁一般的嗓子，他们的音乐很具说服力。你们怎么看待这一次比赛的？是比赛吗？黄龄，那这是第一次把侗族大哥的元素跟他做结合的时候，哎，我突然。 在他这种很清秀的这种身躯，原来还蕴藏着这么大的一个能量。除了有一些忐忑之外，更多的是兴奋，希望可以让大家马上听到我的作品。怎么样，准备好了吗？
阿兰他也唱了很多的就是中国民族风格的音乐，但是呢不够现场的这种爆发力，矛盾很纠结。因为我是很有信心，但是呢他们也不是吃素的。那你有什么信心呢？我信心就是哎呀，继续以往不着调的作风。我想音乐其实不应该有一个标准，特别是在这样一档节目，在这样一种跟少数民族五个六个不同的歌手用自己的音乐风格去做结合的时候。来，歌手已经到达，看谁会是第一位抵达现场的歌手。 Hello， 兄弟，你可以看到你的身后有六间房，每个房间里面有一个数字，有一个数字。当你选择房间里面数字，就决定了你今晚第几个出场。我跟你讲啊，我必须要 check 所有的房间，然后到所有房间，我第一个人进来以后发现是一号，然后我就进去选一，然后说我一号，其实所有房间全都是一号。这个绝对不可能，我已经保证。对，我选五，我选这个四三。天空放晴了，一块大地晕的色彩。耶，四号。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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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中有五个房间你可以选择。为什么有五个我可以选择呢？因为已经来了一个玄彬。谁？这是谁？曹玄彬。四点抽第一口。他选了哪一个？我可以看一下。哦，门上贴有 logo 这个就是他已经选择了。哦，这是老曹的房间。对，出来啦，这是大玄彬。我跟老曹是老乡嘛。哦，陕西的。然后就选一个他旁边的 吧，旁边的就这个吧。苏醒周一号，好推的。苏醒周一号。哦 ，OK。这个数字我很喜欢，这个是我的幸运数字，我的偶像的球一号码。让耶 ，OK， 这就是我的房间了。好，我是黄龄。嘿，巴拉，你是几号吧？好吓人。哎，是不是又来人了？是不是又来人了？里面就是我选定的号码是吧？好，那我转一圈。嗨，这个不能怪我吧。不会是第一个吧？我不要。讨厌。现在还有一个一，一五六。黄色是哪儿？嗨，嗨。想问一下，你特别想抽几号？我想抽3、4号左右吧。3、4号左右。嗯。为什么呢？第一个出场压力最大。然后最后一个就是因为节目是晚上嘛，然后我怕嗓子会疲掉，所以就第3、第4个我觉得比较好。第三、第四，来，好，现在你选择，就他吧。推开他，一。不会有那个什么东西把碰的。可能会被弹过来，我得避一下。有没有什么烟子啊？没有，还行吧。打扰一下。一二三。
三。啊，这是几号呀？这是几号呀？这是几啊？这个号在那儿。哪儿？哪儿？我是，这是姐姐一号吗？不要接的，这是四号吗？四号在那儿了。好，举手。不过也好，第一个唱完就走。心态真好。好，一号保佑我啊。他可是一号。有人垫在我前面了。哎，现在还有几号？五号、六号。哇，现在是最好的名次哎。没事。好了。其实我觉得谁应该第一号？谁那个曹纯斌或者是张伟应该第一号？没有什么惊喜吧？左边门。这里，张伟。张伟来了。那我们张伟是第五个到达现场的选手，那么剩下两个房间里面二选一。那我们就选静静。这是六吗？最后一个出场。张伟运气真好。讨厌。OK， 让世界听见，加油，好准备。Hello， 嗨，现在你们只剩一个房间可以选择了。你看，是不是先选和后选没啥区别？这个门，一、二、三。No， 不是 S Eric， 那是 Five。我超大无的。六位歌手已经集结完毕，我们的战役一触即发。